为什么会选择赵丽颖，于正说道，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很拧巴的劲儿，不是那种清纯楚楚动人的形象，这跟陆贞的原型很像。虽然于正的口碑不是很好，但是不得不承认他选人的眼光确实好，能让许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迅速走红，而赵丽颖也凭借陆贞成功出圈，走进了大家的视线。陆贞传奇大火了以后，赵丽颖抓住这个机会化身拼命三娘，两年时间拍摄上映了6部电视剧，其中《妻子的秘密》和《珊珊来了》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冠军，《花千骨》成为第1部播放量破180亿的电视剧。这些亮眼的成绩让赵丽颖成功跻身一线，还成了85后四小花旦之一。随后她又先后出演了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》《应是绿肥红瘦》等，奠定了她收视女王的地位。陆贞传奇大火的同时，也让网友磕上了赵丽颖和陈晓的 CP。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分道扬镳了呢？赵丽颖陈晓因戏生情，却又亲自打脸否认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。在拍摄陆贞传奇之前，陈晓就是于正工作室里的艺人，他之前也饰演过于正好几部剧中的配角，可谓是被于正一路看着长大的。于是在确定陆贞传奇拍摄计划时，于正直接找到了陈晓，希望他能出演剧中的男一号高湛。在某次采访时，陈晓被问到算不算被于正力捧，陈晓回答道，自己不是突然出演男一号的，是于正知道他到了什么样的火候才给了他什么角色。而陈晓也凭借这部剧被大众熟知，他饰演的高湛也成为了万千少女中的梦中情郎。剧中陆贞和高湛的爱情故事感动了许多人，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磕起了赵丽颖和陈晓的 CP， 两人的真假恋情也被传得满天飞。那段时间，赵丽颖和陈晓毫不避讳地出入剧组，眼睛里都是彼此。参加综艺节目时，陈晓也是直接给赵丽颖剥虾，甚至喂到赵丽颖嘴边。妻子的秘密开拍时，陈晓探班赵丽颖，两人聊天时自然而然地牵手，被视为恋情的实锤。在一档采访节目上，主持人询问两人是否在一起了，赵丽颖一脸娇羞地看向陈晓，小声地说，你说话呀。陈晓只是点点头，笑着不说话。主持人再次追问道，告诉大家可以吗？陈晓意味深长地说，先保密吧。在外界看来，这无疑是默认了两人的恋情，但是只是选择了不公开。就在大家沉浸在我磕的 CP 成真了的喜悦中时，陈晓却公然打脸，在一档采访里说一切都是炒作，还内涵 CP 对象太作。对于陈晓这种拿了红利之后又亲自拆 CP 的行为非常反感。还有的网友分析到，两人分手的原因可能是赵丽颖事业心太重，近两年想搞事业，陈晓却希望找一个顾家的女人，这么看来两人确实是不合适。莫名其妙的，陆贞传奇播出第9年竟上了热搜，跟着剧名一起上热搜的还有男女主的名字。不少网友表示，9周年就9周年呗，带上陈晓赵丽颖的名字干嘛，不够尴尬的吗？而双方的粉丝更是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。其实抛开戏外，光看剧来说，陈晓和赵丽颖无疑为我们打造了一部良心好剧，而且这部剧还有很多配角也是大火的演员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同剧演员大红大紫，跻身一线，而她为什么被称为万年女配？娱乐圈中的演员都怕自己错过哪个好角色，但是却有这么一个人被称为万年女配，那就是演员杨蓉。其实说起来，她是属于角色红但是人不红的一类，她是于正的御用女演员，几乎于正的每一部剧都有她的身影。跟她一起出演的演员现在很多都大红大紫，但是她却一直不温不火。在陆贞传奇中，杨蓉饰演的敢爱敢恨的萧焕云，清纯可人的长相和饰演的心狠手辣的角色对比让人不禁惊叹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杨蓉上学时，张艺谋电影《幸福时光》剧组在选角，张艺谋看中了杨蓉，但是因为晚上试镜，杨蓉觉得太晚，又要起床化妆比较麻烦，于是本来已经约好要面试的杨蓉却让张艺谋足足等了4个小时都没有见到。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，当年让孙俪大火的《玉观音》因为面试的地点在北京，而杨蓉觉得太远，所以并没有去。可见杨蓉真是一个佛系的演员了，才让杨蓉没有大红起来。近几年杨蓉也饱受大家争议，例如怎么捧也捧不红，老是演反派。上完《演员的诞生》后，她的台词功底更被网友抨击。2018年，杨蓉转战话剧界，潜心磨练演技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她定能大放异彩。另外一名反派角色沈碧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她的扮演者就是演员唐艺昕，在剧中她饰演的是陆贞的死对头和情敌沈碧。当时唐艺昕刚刚出道，明明外形甜美可人，却演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，最后成为了太后手下的牺牲品。虽然唐艺昕演得不错，但是这部剧并没有让她大火起来。随后她又出演了多部剧，因为《家有爱人》，唐艺昕找到了自己的戏路，从《军事联盟》到《青云志》，《
娇俏动人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。在生活上，他和张若昀的爱情，我终于娶到了备忘录里的女孩，属实让人羡慕呀。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演员的优秀演绎，才造就了如此佳片。